哎呀，如果那场车祸我就这样挂掉，或者变成植物人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如果变成植物人，我就照顾你一辈子；如果你死了，我就守寡一辈子。医生说，从我的症状来看，这应该是一种罕见的脑部创伤后遗症。这么严重，你竟然不打算让美乐知道？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，那你就答应我，绝对不会告诉他。后天就要去杭州。抱歉决定了这么仓促，但我也是情非得已。裴少，美乐就麻烦你照顾了。那当然。美乐，对不起，我承诺过你要给你一辈子的幸福，可是我很可能做不到了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中视频道，美乐加油。